我们一般会出现啊，那个将换物料的时候，会有物料装配的可能左右偏差，会导致我们整个物料的一个重心偏移啊，摆动。摆动的话，我们就是调整这个物料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。把它稍稍移一下。对，整体的一个前后的一个。移一下，陈副总说是要你脚打个圈。对，是的，在这里地上做一个标记。嗯。然后你知道移了多少？向相应的。做一个初始的一个位置标记。对，是的，是的。嗯。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这个折纸折不好、不均匀怎么办？我们这里已经定死了，它不。